我们设立的是一个服装 CAD 和 CIM 专业，也是在全国唯一设立这个专业的一个学院。感觉就是非常的便利吧，给我的感觉就是，但是这个软件就省去了当中很多不必要的繁琐的步骤，我也非常想学习一下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对我们服装设计的学生来说，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因为不用做出实物，它就可以就是有着跟实物相同的一个效果，然后不仅节省了人时，还有节省了费用，我觉得这个软件真的确实非常值得学习。CLO 这个系统呢，还是有自己非常好的一些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上手非常快，做出来这个效果呢，也很快就能够呈现给这个使用者，第二个就是它在那个整个的这个虚拟的一个秀场方面应该说非常有优势的。那么目前我们在跟科乐公司合作以后呢，整个在教学里推开这个软件以后，学生反馈下来的话，应该是非常好的。